我们呢前面的小朋友们现在聚集起来，他们要带来的这一首歌呢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因为这首歌就是我们六堆文化客家园区的主题曲，这一首歌叫做果果台客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看到这个地板 ending pose 啊，可以摆这么帅的，真的只有我们的可可糖。